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柴哥，这里是寿山岩观音庙，又称灵顶庙。这座庙盖于公元1742年，好，带大家来参观一下。庙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鱼池哈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个水帘洞，花果山水帘洞。好，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观音庙，它整体的建筑概况。这边鱼池的鱼，很多鱼哦。好，鱼非常的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观音庙。好，我们绕一圈看一下哦。这边也很多鱼哈，来，龙头雕像，好，从这个方向看一下哈。禁止垂钓、游泳，水深文危险，请勿靠近。好，大家看鱼池里面的鱼，鱼儿游来游去，非常愉快哈、哦。看了心情也特别好。这边有公告哈，天气炎热，勿大量喂食啊，不然鱼很容易死掉。好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走过这座桥。桥上看一下哦，好，这就是观音庙的全景。上方看一下，360度看一下哈、哦。池塘好多鱼啊，鱼很多、哦，正前方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的鱼好多、哦，都是鱼。这平常很多人来这边喂食哦，但是大量的喂食对这个鱼也是不太好的。嗯，有没有看到？
哦，鱼真的很多，鱼群很多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多好多鱼哦，哇，好大，嗯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水池很干净，到处都是鱼，哇，鱼有些是跳起来。湖面上也有鸭子哦，那两只游过来了。嗯，这观音庙的风景真的是漂亮，看得也让人心情感觉特别的舒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